吃这个有营养。这就是我爸，从小我就特别不能理解他，我喜欢的四方便面，他却自以为是的拿西红柿面来取代。看看你的成绩怎么回事，怎么退步这么多。一次考试没及格而已，至于从此之后都不看球赛了，就盯着我写作业吗？更让我难以想象的是，都是男人，怎么能不喜欢摩托车？在我也成为爸爸的这个下午，尿不湿、奶瓶、毛巾、年货都带齐了。我突然想起我和他因为骑摩托车而争执的那个下午。没有男人会不喜欢追风的刺激感，但成为了爸爸的男人不一样，因为对于他们，远有比追求刺激感更重要的东西。爸，我换了新车之后还没载过你呢，明天去接你吧，咱们今年一起过年。男人的成熟从成为父亲开始，因为父亲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。